能够转队到同一师队这边，跟威的过去的这些老战友一起哦，这种参与总冠军赛哦。看一下这些球，游击手接球之后先传二垒，再往一垒送。哇，这回又是双杀，跟第二局的结果有点类似啊。 同狮队这边看起来并没有提挑战，因为这实在是蛮明显的啊。那这个双杀瓦解了狮队的攻势啊。最后狮队在这个半局虽然是两支安打开局，但没有办法攻下分数啊。